当然我也是我也把我的对这个音乐的感觉我也有分享在蒋三行老师的作品上面啊，那我觉得蛮有感觉的这首音乐啊。好，那我分享的影片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如果有听过你觉得好听的话，我希望你也去支持一下我的 YouTube 红中的水回绿 OK。 好，我现在要 live 的弹一遍 OK。 红中的水回绿那么这个刚刚这一首呢《风中的水回绿》哈，我觉得，这个音乐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听过啊。那基本上呢，我是觉得像这些歌曲呢，它有一些，它除了有温度之外呢，它还让人家感受到一股激励，一股力量啊。我觉得蛮好，蛮好的音乐，蛮正向的音乐，蛮正向的音乐。